终于出来了，只是太压抑了许久。是的，你的嗜血鹰已经让你变强了不少呢。但是小李应该不在刚才的地牢里了，我应该去哪里救他呢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虚灵叫我抓走你的妹妹，定是想要将她献祭给混沌邪神。这里的地貌环境，前方应该是上河村了吧？听说北方虚灵教最大的祭坛就在上河村附近。我明白了。这个灵虚教徒
似乎是被这里的捕兽夹夹住身亡的。应该是此地的猎户布下的陷阱。
又是一具聪明的尸体。多死一个人，世间的恶就多一分，恨混沌也因为这些负面能量的膨胀而渐渐苏醒。
什么？拿命来！啊，等一下！刚才你的嗜血印使用过度，所以晕倒了。那个白衣男子想要加害于你，我迫不得已将你带到附近的山洞中躲避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混沌的力量，他想要阻碍你解救亲人，你要多加小心啊。没有什么能阻止我。我一直欣赏你这点。为了救你的妹妹，你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嗜血印强大起来啊。Thank you.
请问，你知道林虚教的祭坛在哪个方向吗？请问，难道是受了林虚教的子？小朋友，大哥哥，嗯，作为答之后，我会将这三个，如果猜对，大师兄，你这叛徒，我正费心费力地找你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了。叛徒，还不承认？我带人下山巡逻之时，林虚教便入侵我派，时机怎会如此凑巧？那林虚教进宫之时，你刚好不在门派，又如何解释？哼，不愧是幽环族，实在是狡猾。我若正好在门派，早就葬身火海。为你，我从未觊觎过掌门之位。不必再演戏，今天我就要清理你这个叛徒。
大师兄。灵虚教所灭，我也不想苟活，动手吧。只能怪父亲太善心，领养你一个幽魂族人，养虎为患。师父他叛徒，即使你放过我，我也不会对你心怀感激。小李，不要过来，好可怕。怎么不见了？别急，前方石像下面似乎有一扇暗门。小李，你再等等。
误会之人，竟敢闯入那位大人的安息之地，都是因为你们这误会的力量，才让这里生灵涂炭。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。你若阻拦我，我才不管你是何方神圣。废话少说，要打便打。